大家好，我是超神龙哥哥。官方已经曝光了红蝶调酒师树散之魂第九赛季的新皮，最美的还是红蝶，这雪上皮肤真的是爱了。雪色之美刻骨铭心，这个皮肤是红蝶半露肩的皮肤，但是红蝶的肩膀上有花绣，而且胸前藏着一把匕首。这个匕首是新增加的配饰吗？我们仔细看红蝶的武器，扇子里的刀应该还是在的，单独多了一把匕首，还有刀鞘。而且这个皮肤很特殊哦，红蝶变半露后没戴面具哦，只是变脸了哦，而头上的角是少了一半，太有味道了，天使和魔鬼的美混为一体了。这款皮肤龙哥哥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。我们再看看调酒师，这个皮肤也是挺漂亮的，有股爵士的风格，但我咋感觉他一路走一路在滴酒呢？这酒看着好甜哦。应该说调酒师的皮肤模型这次比较大程度的还原了海报，确实挺漂亮，有气质。那我们再看看树散之魂，实战中皮肤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小白的头发染得有点杀马特的感觉。杰克帮你染的吗？说啥呢，我好几天没去理发店了，我都在家睡觉呢。三个角色的新皮肤龙哥哥还是最喜欢红蝶的雪上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点击关注哦。